天地没花开，看赤子黄阳望而却步，伤透的心中还有爱。等天地没花开，只敢在想找一棵树，下路重逢再斩将途，转前山多醉以后，殊途同归愁，注定等着一场邂逅，生旦净末丑，爱恨看不透，一壶一生酒，下一支血终会保留，谁伤过真疼过，忘了所有的脆弱，忘不了是心中炽热。等天地没花开，看赤壁黄粱望而却步，伤透的心中还有爱，下场柔情故。等天地没花开，只敢在想找一棵树，下路重逢再斩将途，你们宁无求，畜生，你也太过分了吧。我过分吗？应该的。拿着，把他治好。你会有那么好心吗？你不把他治好，我怎么可以继续打他？你太卑鄙了。像他这种人不打上十遍，我的气怎么咽得下？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保他千万别死，他死了，我只能找别人发泄。哎，海瑞，你猜你能受得了多少鞭？啊？此有重若泰山，你虽然活着，健若蝼蚁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鬼话连篇。贺小梅，我给你半个时辰，要不你就牺牲你的兄弟，要不就让你辛辛苦苦保回来的海瑞也去送死。应无求，你这样是分明让我没得选。你自己想想吧。胡哥，你放心，这个伤难不倒我。但是我医好你，他们又把你拖出去打，怎么办？杨强，放心，我撑得住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海大人，我们的皇上都疯了，写这些东西还有用吗？气息还在，忠于皇上就是我们做臣子的职责。海大人，何处是青天？成功不必有我在，自有后来者成道。还有心思下棋，爹，别急。哎呀，皇上都落在离歌笑手中了，能不着急吗？爹难道忘了，皇上一开始失踪是什么原因？被绑架了。哼，现在不正是这样吗？你的意思是顺水推舟，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离歌笑身上？
你是故意让皇上落在黎哥孝手中的吧？黎哥孝的大胆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竟然把皇上带出皇城。但是皇上这个天底下最大的包袱，他带着他无疑是自己绑着炸药，他要自杀，我为何不帮他一把？话虽如此啊，可我还是担心皇上他在黎哥孝身边呢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爹和黎哥孝打交道那么多年了，还不清楚他的为人吗？我还真是不了解，我只是一心的想把他给弄死啊。他是啊，有皇帝这个棋子，但我们手上有三个人质，两个是他兄弟，再加上一个海瑞。他真的会救人吗？一个能执着情义的笨蛋，我们手上随便利用一个，便叫他粉身碎骨。但倘若皇上他真的相信黎哥孝，不再相信天母之言，那我们的全盘计划就要打破了，这怪罪下来，性命不保啊！这天底下，没有谁比我更清楚黎哥孝。爹，你知道吗？黎哥孝这一辈子，他就相信一件事，那就是人心。他相信人心能被改变，所以我们的处境是十分的危险呐。所以我就偏要跟他赌，人心真的能改变吗？一个就知道问苍天问鬼神的皇帝，他的心真的能救得回来吗？儿啊，你真的有信心吗？将军，我只怕先将死的是我们自己吧。不把自己所有的弱点将死，又怎么知道自己如何进攻呢？受伤了是吗？我看看。受伤了吗？没有。正渴了，给朕喝点水，休息一下再走。穷人是没有水喝的。朕又不是穷人。可是全天下被你害得无家可归，衣不遮体，天下皆是。走啊！你还不走？哎呀！我想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敢踢皇上的屁股。我就是想揍他，他完全就是个傅雷。这趟如果没有他跟着的话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他除了能把梅梅大块头换回来，还有什么用啊？要皇上见几位忠臣的原因是什么？揭穿严嵩。不止如此，还要让皇上看看天下苍生百姓变成什么样子了。那可得让他好好体会一下。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不可能，天母保佑朕的天下皆为乐土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地方。他们一定是受了天母的诅咒，被治罪放逐的疯子。哎呦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这么兴师动众的来骗朕，朕以往出巡的时候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情况，全是人人同乐，丰衣足食的。皇上，试问一下，天下哪有一个臣子
会让自己的主子看到，管制不善的。你们骗我，何苦这么骗朕？听我说，如果把你杀了，可以解决问题的话，我早就把你杀了。可是把你杀了又如何？天下一样大乱，又不知道哪个疯子会当上皇帝。我带你来看，是因为只有你可以解决问题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一个馒头，他就这么高兴？其他人为什么要赶他走呢？难道朕的子民都是铁石心肠，连这一点点好事都不愿意做吗？人性本为善，只不过他们生活得太困苦了，善心都变得盲目了。给我们一个，我们也要！你干什么？给我一个！快走，快走！死乞丐，这不是你们来的！走走走走，通通滚！一个馒头换来的，不是感恩，而是更多双渴望的眼睛。试问平民百姓，怎么有能力去满足天下所有的人？因为麻木了，所以他们选择视而不见。您到底想说什么？皇上，天下是你的，有好也有坏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改变一切，只不过看你愿不愿意而已。能否借些银两给朕？当然可以了，天下都是你的嘛。小二，把这里所有的包子馒头都给我包起来，我要送给外面的乞丐。啊？嗯。哎，好嘞。可以吗？随你便，多谢。哎，好，好，不要抢，人人都有，都有啊！哎，来来，他好像有点明白了。不知道，不过至少他还有一点血性吧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不过，我仍然认为他还是那个不理政事、只想长生的昏君。我问你，我们一枝梅帮过多少人？算不过来了。我们能帮的，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可是眼前这个人，只要他的一根指头，就可以解救全天下。他是天下唯一的希望，好悲哀啊！乐观点嘛，这也是希望中唯一的希望。你想救的是皇上的心。嗯，这里有我就可以了。你想让我去打探大块头他们的状况？是，他们在里边，我很担心。好了，你不要再看我了，我马上就去，你放心吧。好，小心点，自己保重。不用担心，我一定平安回来的。谢谢，小二。哎，客官，有什么吩咐？麻烦你替我送个口信。哎，好点没有？梁文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生
救了我多少次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这次是救了你，还是把你往火坑里推。啊，怎么了？怕什么怕？你别忘了，还有我们最好的兄弟，老李在外面为我们想办法呢。可是，应无求再来的话，我怕可可还没有到，你就会死了。我们要坚信，我们的兄弟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。可是哥哥再有能耐，也不能在一时半刻把我们全部带走。应无求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还能撑多久啊？你放心，我死不了，我撑得住。你这个样子怎么撑啊？我说了，我撑得住啊。你都快死了，怎么往下撑？你知道该怎么去做，我心里也很清楚。你这样去做了，就能换你出去，你暂时就能脱身呢。冷冷枪，你知道吗？兄弟是绝对不可以出卖的。可是，说了你就能出去，你就能活过来。你想都没想啊！你如果说了，我跟你没兄弟做。我到死，我也不能说出老李的下落。虎哥，哥哥在外面，我们帮不了他什么忙，反而成为他的负累。倒不如我们这样说了出去，哥哥一定会原谅我们，你就能获救啊！你这么做，无非是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柴火骨头硬，能打，能挨，不像你，半个时辰就挂了。你怎么从头到尾都那么笨？这次怎么变得那么聪明啊？办法是有的，我招了，我招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来人呐！什么事儿？赶快开庭！我海瑞招了！什么？什么？我要把全部的罪行公诸于世啊！快点儿，我抄了。传犯人海瑞。喂。罪犯海瑞，字如贤，广东琼山人。前户部主事，因私通国贼谋反叛国，经九卿原审，也给你一次最后的机会。刑部尚书被杀一案至今未有定案，眼前只得五部尚书、都御史、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，九卿缺一，何为清正廉明啊？刑部梁大人是遭天谴，好你个海瑞，刑部显灵，必遭天谴。一拳废影，百拳废声，何其壮观呐！治你这头号恶贼，又岂能轻率？今天主审你的可都是一等一的人物。向公严大人，严大人。严大人明察秋毫，定能判定通奸。各位大人请坐吧。谢谢大人。今天这一丘之貉全都到齐了。你怎么了？这怎么能够说清楚？大胆犯人，今天是九卿原审，就是为了继承先皇的遗训。法不外人情，死不能复生，会给你最后的机会，让你洗刷罪名，供出在逃犯的。好，平生铁石心，离乡思报国呀。今天我海瑞为了大明江山社稷，置生死于度外，任从刁钻挑作，我也要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。那就要看你
如何辩解了？严嵩，你以丞相自居，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，事无巨细，为严嵩主张，疑祸少为，显祸利剑，如有失事，则谢罪于民，这是一大罪。海瑞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早年皇上让严嵩票本，岂料严嵩借皇上之恩惠己之惠，借皇上之法壮自己之威，借皇上之大权操控众官，此乃二大罪。来人，给我用刑！是，过来。借皇上行政之善，以自己的名义贴刻法行十万册，欺蒙天下，以为皇上所为啊！此乃剥制主张。给我打！掩皇上之功，此乃三大罪。走吧，走吧，没了，没有了，走吧。下次再发给你们，没有了。怎么样？辛苦吧？不辛苦了，我很高兴。那就好。皇上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随便。何谓真正的长生不老？寿元无尽，恩泽无边，不老不灭，永享仙福，是为长生不老。我听闻以前秦始皇派人出海，目的也是为了拿长生不老药，可惜他的方法没有朕的好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修筑长城，倘若他真的得到长生不老药，现在会是什么情况？那一定是更多的人受害，他的千年不死换来的一定是遗臭万年。古有明君尧舜，名将岳飞文天祥，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长生不老药，可是人们永远记得他们，他们的名字流芳百世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想告诉你，真正的长生不老不是在于肉体，是记忆。不明白？不明白。我问你，你在皇宫里有没有看过类似的笑脸？从来没有过。他们笑得很真，没见过吧？皇上今日给予他们馒头，他们会记得一辈子。我想跟皇上说的是，皇上为何不让天下百姓都变成这样的笑脸呢？皇上清明勤政爱民，你的名字就会流芳百世，这才叫真正的长生不老。我看你还敢不敢妖言惑众。严嵩老贼得权，纵此行凶，私自放权，现今当今京城有大丞相、小丞相之称，总监子之贱妾，此四大罪，亏空国库，贪污军饷，中饱私囊，五大罪，且皇上爵赏之权，观其子孙，六大罪。严嵩老贼勾结外寇，此乃卖国奸贼，七
大罪！你胡说八道！我有证据。当初大大人进犯我京师，我军在皇城脚下，完全可以英勇应战。但是严嵩生性懦弱，怕在皇上面前打败仗，所以任凭大大人以略城为条件，不打自降啊！卖国、卖军、卖民，此乃八大罪呀！你们都看见了吗？听到了吗？为什么不说一句话？诸位大人，你们的意思呢？你们不说，我说。打，给我打！是，打到他不能说话为止。锦衣卫都指挥使司是执法机关，但是严嵩此次执法是他行此，更害忠良百姓，此乃第九。肉身长存不过虚妄，精神不死才是永恒。这下明白了。明白就好，明白的话就是百姓的福分。李阁校，朕答应你，回到宫里之后，朕一定要做一个好皇上。朕要让天下的百姓从此劫难不再，笑脸长存。好，愿皇上能够记住今天这番话，身体力行。海大人被困在监狱里，如果让他脱困的话，他必定会协助皇上重新使朝政返回正轨。朕知道了。好，那么阁校也可以功成身退了。这些兵是我叫来的，恭送皇上回宫。小二，哎，客官，您有什么吩咐？麻烦你替我送个口信给衙门，就说李阁校还有皇上在这里。皇上，你回去吧，天下需要你，百姓也需要你，请。真的会相信一个侵犯的话吗？如果不是我假意奉承你，你会放了我吗？给朕杀了他！是。海乐，你不要再看我了，我马上就去，你放心吧。好，小心点。自己保重。奇怪，他从来不会这样盯着我看，有问题。这番话，铁曼，你敢阻拦我？严大人，九卿原审原本是给犯人一次重新审议的机会，这还用你说？可现如今议也没议，只是海瑞几番胡言就拉出去斩，似乎有违先皇遗训呐。其他几位意下如何呀？大人，即使元神有了结果，也要皇上亲见，使能下斩。现在
皇上尚未回朝，不如……你的意思就是，这事儿非得皇上做主了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了，那就先把他押入大牢。你这个阎老二，永远会有人在你的头顶上。你想当皇上吗？把他先带下去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皇上到这里来看你们如何。给这账户，修道本是救人心，想不到你还是冥顽不灵，我对你失望到不能再失望了。这种废物留着也没用。皇上追啊追啊，给谁追？你又骗我。我没骗你，我的确需要你去查探柴户他们的情况。可是你打算丢下我？可是你不也回来了吗？替我收拾残局了吗？你做之前没想过逃不掉的？我想过，不过我算计过了，以我的能力应该逃得掉。你还不知错，你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再自以为是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。你再这样，我真的会不理你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们去救柴火好吗？怎么救啊？那昏君没救了，你还双手把他送回去，他可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人质。我故意的。我知道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其实这一路上我从没想过要说服他。为什么？我只想证明他迷信到什么程度。就是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了。他越是病入膏肓，越是无药可救，我们越是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救人。我不管，这次不先跟我说清楚，我不干。走吧。大人，你这样做到底是为啥？只是为了出去把严嵩臭骂一顿吗？不是。你看，肉全烂了。哎呀，你到底为啥呀？是信任，是你们告诉我什么叫信任。你们相信李阁校可以拯救一切，我同样也可以给你们足够的信心。原来海大人是想拖延时间保住大家的命。是，我们一定要撑住，撑到等兄弟们都聚在一起的时候。海大人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会没事的。没药了。你怎么搞的？刚才喂我下药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少下一点？没关系，你们挺得住，我海瑞也挺得住。海大人，没有止疼的药了，也没有针了，你撑着点。你想干啥？海大人血流不止，气血随亡。海大人，我要把你腐烂的肉全部切掉，才有生还的机会。你撑着点。没关系啊，在大藤上一百大棍我都挺过来了，刮肉疗伤算得了什么？我挺得住。胡哥，撑住啊，大人。压住海大人。这帮混蛋，天地有
然复流萤，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。黄露当清夷，寒河吐明庭。石穷皆乃见，一一正为将住啊！还能忍？下一步怎么办？我们回家吧。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里始终是我们的家。你看，幸好他们还在。是啊，他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臣礼部尚书。臣户部尚书得知皇上回朝，率众臣前来向皇上请安。皇上有令，不见外人，各位大人请回。哦，臣一直负责皇上的起居，还是容臣侍奉皇上吧。绝无例外，请回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万岁！太上台星应变无停，驱邪赴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宁静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魄。臣保护皇上不力，让皇上受惊了，臣罪该万死。爱卿请起吧。谢皇上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是你洞悉了天母的指引，朕才可以看清真相。可是朝廷却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刑部尚书梁大人、巡城将军郭将军，还有大祭酒庞大人，三位重臣呐、啊！这些人都是天母认定的反贼，他们死有余辜。皇上，天牢里还囚禁着天母认定的最后一位罪臣，勾结一枝梅挟持皇上的海瑞。哼，斩！皇上英明。先不要急，不是我急，是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下面怎么办？来了。you
时以后，我们再也见不到梅梅和大块头了。那我们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。来了，恩公。狗兄，实在太感激了。喂，我好像只叫了你一个人，小燕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李大哥，你是一点不知道，我现在拿这个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啊，你自己说吧。柴叔叔，说到底是我亲爹，我一定要救的。小燕，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要忘记，你们一枝梅唯一一次被人骗，就是本小姐的本事。你这小鬼，难怪你们要请我来了。没有我这种能打的角色，光靠小女孩哪能成事儿啊？长兄，进来可好？河套一带谁不知道我们豹子帮是一等一的大善帮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柴兄也曾是我豹子帮的一员，我这当头的怎能坐视不理啊？豹子帮算什么？娘，师姐，你闯祸可一次比一次大。我可没有闯祸，是天大的好事。师妹，有师父和我在，不用怕。嗯。要无垢前辈出山，晚辈深感惭愧。我出山是为了不让我的女儿受苦。晚辈不敢。有你们在，梅梅他们就有救了。还差一点点。梁兄，冰冰，各位，我不知道这样做能够改变些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要保住性命才不至于沉沦下去。这次是我们一枝梅经历了最大的难题，让我们来一场大战，来保住我们的性命。感谢各位，不用谢，客气了。一面，一枝梅的柴胡贺小梅马上要被处死，一个笑。燕三娘一定会来劫犯，这里将会是我们的决战之地。兄弟们，我们要在皇上面前打一场最漂亮的胜仗。干了这一杯，报效朝廷，诛杀一枝梅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兄弟们，拼了！收藏，不回忆。